我们先来看这台 Olympus Pen 11，好 ，Pen 11，然后它这个有原厂的镜头盖，好，那么看一下它的镜头，哦，快门转盘，哦，而这个快门还是，哦，可以正常的使用，好，那么看一下前后、左右、上下，哦，下上，哦，看一下，好。好，那我们来看一下底片室哦，底部这边转开哦，转开哦，把它拉开。好，这台是卡比较紧。好，打开了，打开了，好，来看一下底部。看一下这个金属件，好，看一下哈，好，这快门可以正常使用，好，再把它装回去，装回去密合了，然后就把它关起来。好，以上就是这台 Pen 11，好，谢谢。